由英皇国际发展，位于跑马地宏德街一号嘅 One Jardins Lookout， 属于单栋式住宅项目，提供123伙，户型涵盖1房至3房。呢区一向都系以大单位为主，项目罕有咁提供多元化户型，迎合唔同用家嘅需要。区内正中大旺，步行大约5分钟到电车跑马地总站。项目邻近都有小巴同埋巴士站，方便来往港岛各区。项目附近亦都设有各式各样嘅民生商店，为住户提供基本的日常所需。想有更多的选择，就可以去到铜锣湾，设有多个大型商场，更有多个街市，多元化的民生商店。即刻同大家一起睇下示范单位，以23楼 B 室为蓝本，有装修无改动示范单位，实用面积535尺，属于两房间隔。单位整体以白色同米白色为主调，令到整个空间更加明亮。大门的旁边就是曲尺型的开放式厨房，配备各种家电，包括酒柜、洗衣干衣机、雪柜、蒸炉等等。客饭厅开侧方正，做到客饭厅分明。饭厅摆放白色大理石4人餐台，配上特色吊灯，打造优雅的用餐空间。客厅摆放3人梳化同茶几，空间依然宽敞。内连3合1大露台，有空间摆放户外用品。客厅与家庭厅以黄铜色装饰柜作区分，打造另外一个的休闲空间，亦都可以间成另外一间房。浴室以奇岗设计，设有洗手盆柜同镜柜作收纳。睡房间隔方正，以米白色同绿色设计，单人床靠窗摆放，床边设有高身的衣柜连串物柜，提供足够的收纳空间。主人房空间宽敞，连衣无间，放置大的双人床都可以做到三边落床。一边墙身设置层架，可以摆放少许的饰物。另外一个以蓝色分间出衣帽间的位置，有足够的收纳空间。主人房套次有窗属于明次，以浴缸设计，同样都有多个的收纳柜同层架。今次就介绍完毕啦，想知最新的楼盘资讯就记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和 YouTube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